给你看。谢谢。是吗？这哪里来的？楼下的有个边牧。谁的？有个姐姐的。哪个？不知道。是发型师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发型师。还在了？在呀、啊，我刚一直摸，我现在手上全是狗味。母的功能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看啊。让他泡我腿上。嗯、是一楼了，对吧？对。嗯，等会我就去。你看，你看他多大萌号。好好，然后把这两个、把这两个读完了，我就去了。哎，我刚读哪了？对，就嗯，然后就谢谢你，我读哪了？为了啊，对，大放光彩，对，然后我就心里只有狗的可能，我也不是满脑子都是狗，好吧，我承认，啊，就是狗嘛，对吧？好了，再不去的话，狗要睡觉了，我要去了，谢谢报告，哦，不是，谢谢。不带不带去，我带去我咋拍啊？我手机在这儿。好了，各位再见，拜拜拜拜。等会去的时候，我还要问一下，楼下有没有造型师啊？之前。哦，我帮你预约了，明天他让我嗯讲一下，让我跟你一起剪头发的是吧？对。